确实。再看看另外的三四名的话，4M 跟天路也是挨在一起的，就很哎呀，有意思。这把可能要重开了，这把要重开了，可能吓是我一有跳！不少人网都络出延现了一迟。个掉线的情况，应该是要重开。哎，我就不应该说这个下半场开得很顺这句话，你知道吗？说了之后，我感觉这个重开的等待时间，我跟你说比那种等一两个人入场的时间还要长。你要全部重进嘛？重进一次大概需要小时。这不是 大开了？金在外面开两枪宣告主权的时候，房子里面的天地在想：你搁那糊弄谁呢？是啊。也很高，但是有一说一，对吧？他离直播流量队还是有一点的小差距。是的，哦，这里已经非常快乐了，一波快乐的读。哇，这个 TMA 这个堵路是真的不给活路，在大厂这边马路左右各站两个人，这摆了明的就是要你死啊！是的，我今天不是为了拿分，是要你死。我是觉得更惨的是，SMS 总是在初期的时候随机挑选一个队伍，然后就撞起来了。那是因为他自己刚刚开头，他车没。看样子 TMA 也不是太富啊，你从这个备战上来说的话，也不够支持很久的打靶。随哎，机也有减员，五位怎么掉了？但互打，这都是步枪的距离了。你洗了车，第二天就得白搭。为什么是灰吗？还是下雨的问题都有啊，上海下雨又多，然后灰又大，所以我天现呐！在已经自暴自弃了半年。你看那看米我们，饭弄的那个黑色，他不洗这个车简直就是浑身难受。他现那在我也们自也暴自弃，是，摆烂了，我们也是冤大头啊！摆烂了呀。是摆烂了啊，呀，完了，想一想，等会儿问要是什么问题。哎，接一波，天霸有得分的机会，水七幺这一把不演了，战斗起来，RBS 这里也被抽得好惨。来了一对幸运观众啊，马上就要跟十七遭遇了。这边天路的这个洗车房也不再宣了，哎，关键是还有人在阴他，哎呀，这个还好没爆。哇哦！这个战斗力，三杆枪，你吓都吓死了，给你。一秒隐蔽的，朝阳倒了，天路要走不动抽烟了。吧？哎呦，佩若马上来了，我觉得走不了了，再见了，再见了。味道，我就要么现在就开车走，要么就肯定放弃啊，肯定放弃骄阳啊！我抽了这么长的烟，车也拿不到了，现在。左将军，好，基本上天路也就在这儿了。差不多了。TMA 绕走了。TMA 不天管路的别刚人，才的直接竞争对手是谁啊？4M 是吧？对，4M 现在还不好说。第五名我忘了是谁了。别看左边积分，左边是总积分，我们说的是周积分。对对，都是。哎呦，一瞬间，天路这把拿了多少分？拿了两分。大概是，两分，两分。这拉稀啊！那就是第五名可能受益啊，我忘了第五名是谁了。哎，他回头打了一个，而且这个是人头，是好像可以补到的，小有豆超芽，脱。小海，哎呀，怎么 K 枪才龙族拳？你这个太细了，打一枪才10点血。哎呀，他这个，他，毕竟是在圈内啊，过来反架。前面现在三个人只能找个地方换球，一个北切。我这天路真的是裂大开，熬过刚才那波就吃到圈了，但是确实也没地方了。是的，十那七，北边打得很密集的话，天霸有没有机会派两个人上去？摸一下是吧？是啊，天霸没动，天霸这把稳得要死，稳如他泰要山。等啊，他肯定要等这个右上角出点信息的时候，哎，确实很稳，他想动的意思。吴赞雅一雷双响，接住了，龙宗拳一接二，把露露跟雅痞全部接住。许生是自己跳杀，可以，龙宗拳这一波很刚。这有意义说的，的好这个还像是有意义的。是的，说的好像很简单，但好像做起来还是有点难以他现在这个状况。哎，咱们这个分制有没有四舍五入啊？具体的可以等官方的通知。这波是一穿三是吗？是一穿三，随机幺。忙不上，因为已经在房子里面哎，了。烧到，烧到，烧到，好的，
十七这一，哎，来了波王烧烧，这是在干嘛？压枪吗？小北，小北应该是在抢最后一个十七，看能不能成功接盘。哦，天霸终于动了，随机哦，他来了。哎，李小姐打一个小北，小北很危险，因为现在天霸马上要到，捏个雷，小北是倒在这个近点，这雷还可能会炸到小北，赶紧扶。天霸已经来近点了，唐弟弟拉到一个侧身，扶人的时候没有注意，唐弟弟还没找到人，唐弟弟没找住，是的，没找住，看到二楼的，哦、哇，十级兽，更干。牛杀这波，哎呀，直接连打带补，十一兽这一波来给对方洗了一波头，没想到吧？我十一兽发型就最近的一个今年的这个表现也有点老树开花的意思啊。嗯，好 ，Perry 也来，马云龙跟莱昂 KK 来到了天霸的侧身，莱昂 KK 看到人了，听到车子在动，侧身打不打？南边 FZ 跟悟空互换。哦呦！林树近点占了大上风，顺爆在你头上扣雷，这一波扣篮是直接把蓝的 KK 拿下，嗯，老马位置也被锁定，是的，马哥现在屋子里把小北放倒了，对，把马哥压得不好抬头，哎，马哥这一抬头就是一个七七，是的，现在双方很焦灼，我还是拿下十七，在那边也扶人，所以说第一时间没有压上来，看崔娇能不能看住十七两个人。素九跟一打一了吗？悟空和 FTY 哦，这把 Newhappy 又在疯狂吃分。嗯 ，Newhappy 又已经动到圈，哇，人太多。是的，我觉得这波崔娇有点难，有点难，他顶不住的。我一瞬间倒两个。天霸差不多了，应该这个一三打一。一下搞不定，搞不定，搞不定，真搞不定。现在十七这种，就是他如果在这个坡上一起压的话，你就算是 这三个人一起压，你两个崔七幺都打不了。十七这把乱杀，杀了十个了。是的。峰峰，峰峰跟别，哎，知道这里有人，直接给投掷物了。十七战队有防备，但素九过点被打倒。素九好像是一倒，能不能被补掉？小北这里跟峰峰的单挑，哇，这个过点，小北下坡滑了一下，他三倒了。完了，这一波小北太大意了，惨的。最后一个人，难道到此为止了吗 ？MCG 快来了，这时候再不快点打完的话，十一兽的屁股就要被偷了。哎呀，哦、被别哥跟峰峰直接是二穿三。是的，那么 MCG 过来还是二打三吧 ？MCG 开局就没少一个人的。是 ，4M 在这个时候也在疯狂拿分。他拿到了 FTR 这两分，那这样一来的话 4M 这把应该是有机会值得打的，满编呢，满编弱侧，别个落地先倒一个 Newhappy， 那这把 Newhappy 也是锁定冠军了了，哎，一共四个周冠军， Newhappy 拿了几个啊？好，现在是周周积分，现在 Newhappy 离天霸只差两分，这是我感觉我玩盆玩起来可能就没了。哎呀，玩本居然满了！你真的在玩，兄弟！我居然有毒，我有毒了，对不起。还好啊，将功补过，这个车可以炸。啊，现在 4M 是后点倒了一个小鹿，小鹿，嗯，确实 ，Summer 在最后面。哎呀，这妹控直接两枪！是的，我听到这个确实也没几枪，叭叭就死了。而且顽盆出过枪，看顽盆，看顽盆，顽盆的后面顶不住，看顽盆了，哎呀，哎呀，那没了，那没了，那这波是，那没了，那没了，没有人能够阻挡 Newhappy。是的，这个人头一跳，木子里，然后在 Summer 这么一冲，三个人头一跳，就第一了。4M 那里好像接 T 也接的够呛了，已经。是的，打的有点伤。嗯。4M 倒两个，那牛黑皮现在回过头来扫地了呀。是的，这是这次的这个常规赛，牛黑皮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像是比之前的比赛啊，就是说，像因为有世界冠军的这个加持，嗯，我指的不是说名头上的加持，而是世界冠军让他们有了新的蜕变。是的，拿了周冠，尤其第一周打完之后，就觉得。现在这个 PCL 也是可以掌控的，意气风发。
真正具有统治力的队伍出现了。Newhappy又是十杀吃鸡，第三次获得了我们常规赛的周冠军，一共四周他拿了三周，兄弟们